退潮时候的后海湾，露出香港最大一片面积的泥滩。泥滩看来一片荒芜，不过细心看下去，就会发现有无数好像蠕虫般的生物在活动。原来它们是一种喜欢在陆上生活的鱼类，它们名为大弹涂鱼，特征之一是身上布满细小的蓝点，所以渔民称之为花跳，是香港四种有纪录的弹涂鱼的其中一种。潮涨时候的后海湾，内湾有一大片浅水湿地，好适合多种涉水鸟在动觅食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太善于游泳的弹涂鱼就会藏身在水底的洞穴入面，否则它们很容易成为其他大鱼或者水鸟的点心，就好像这一幕大白鹭捕食大弹涂鱼一样。潮退后的泥滩看来好像月球表面那样，布满大小不一的泥坑，当中的一些小窿就是大弹涂鱼地下洞穴的出入口。不过他们很谨慎，在地洞里面等了一阵，确定地面没有天敌，才陆续在洞口爬出来。而一些住在泥洞里面的小孩也都在这个时候爬出来活动。大家留意一下这一条大弹涂鱼，它叫阿强，这个是它地洞的一个出入口，而稍后它会在匆忙逃命之下泄露了另一个秘密入口的位置。阿强在洞口爬入旁边这一个小水塘，其实就是它的地盘。其他大弹涂鱼亦都纷纷在洞口爬出来，整个泥滩很快就成为成千上万大弹涂鱼的主场。有一条原本在水中生活的鱼，变成主要活动都在陆上进行的鱼，身体需要作出巨大的演变。首先要解决在陆上呼吸的问题，大弹涂鱼的腮、口腔黏膜和皮肤在湿润情况之下都可以直接呼吸空气。它们拥有阔大的口腔，经常都会含满住水，用来滋润腮和口腔黏膜。他们亦不时在湿泥上边翻侧身体，令到皮肤经常保持湿润，皮下复杂的微血管组织就会负起部分呼吸的功能。这个三重呼吸系统可以令他们长时间逗留在陆上。大弹涂鱼胸鳍基部肌肉发达，令到胸鳍成为强而有力，好似手臂一样，可以在陆上拉动身体前行或者后退。危急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尾部作为 S 型弹弓急速弹离险境。初生的幼鱼已经有弹跳的本能，而在繁殖期间，雄鱼亦都会弹跳来吸引雌鱼。他们的视觉系统亦都是为适应陆上环境演化而成，一双眼睛位于头顶，当身体藏在水入面，双眼仍然可以突出水面视察四周，左右眼球又可以独立活动，几乎可以看到360度全景视野。双眼亦都可以缩入眼窝，有保护、保湿和清理眼球的作用。
大弹涂鱼在潮退的时候才会出来觅食，觅食时候头部会左右摇摆，嘴部就不断刮食泥泞上的细微植藻。当到翻潮涨的时候，他们又会藏身在自己挖掘的水底洞穴之中。弹涂鱼的洞穴可以深至 1.5 米，一般会有两个通向地面的洞口。洞穴内有一个气室，在繁殖期气室就会变成孵卵室。这些洞穴当然也都是逃避天敌的场所。这一只鲀所经之处，周围水花溅起，就是大弹涂鱼急忙匿入个窿道而造成的。洞穴内部迂回曲折，就算拥有又长嘴部的水鸟，亦都难以捕捉深藏在地洞入面的弹涂鱼。大弹涂鱼有好重的地盘观念，阿强的地盘就是他洞口旁边的这个小水桶。他的日常活动范围亦都只限于水桶及其边缘地带。每条弹涂鱼成鱼都有他们自己一个水桶地盘。成千上万的弹涂鱼看来好像散乱地分布在泥滩上面，其实是有他们自成一套的秩序。这一套秩序可以在他们保卫地盘行为之中体现出来。例如住在隔离水桶的弹涂鱼不觉意爬到自己地盘的边缘，地盘主人就会竖起背鳍发出警告，甚至驱赶对方。阿强有时因为专注刮食泥泞，去到邻居的地盘警戒线，先至发觉自己爬过界，就会即时退后，回头翻翻自己的地盘，以免被邻居驱赶。不过地盘的界线很模糊，不时会引起争执，甚至互相驱赶。阿强今次就攞翻个美彩啦！假如双方互不退让，就会进入打斗前的对峙，双方会尽量擘大个口来比拼一下体型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其中有一方自知实力较弱，仍然可以知难而退，免伤和气。否则双方就要以打斗来决定胜负。打斗通常很快以其中一方败退作为结束，不过有时亦会打到难分难解，双方持续纠缠，上演一幕激烈的泥浆格斗。这一场格斗是阿强挑战体型较大的阿龙。阿强体型虽然较小，但仍然勇于主动出击。但是对手阿龙始终以力量取胜，将阿强打到要后空翻180度闪避，胜负已决。但是阿强仍然作最后一击，先至认输败走。弹涂鱼的打斗看来点到即止，没什么杀伤力，但是他们口中的上下颚都有几粒细小的尖牙，在埋身肉搏的时候都可以咬伤对方。阿强身上有几处伤口，就是打斗的时候被咬伤的战绩。其他弹涂鱼身上也可以见到类似的伤口，可见他们打斗的时候虽然不会致命，但是以口部互相攻击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。打斗以强者为胜，不过就算是打遍整个泥滩无敌手的王者，遇到体型大几十倍的天敌的时候，亦都要急忙逃命，捐翻入个窿度。
阿强亦都唔例外。当地面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会第一时间匿入个窿度。呢一次，佢系喺水凼入边一个隐藏嘅洞口钻入地洞，而喺之前，阿强系喺水凼旁边嘅洞口爬出嚟嘅。原来阿强嘅地洞有一个洞口喺水凼旁边嘅地面，而另一个洞口就隐藏喺水凼入面。难怪阿强同埋佢嘅同类都以水凼及其边缘地带作为地盘，原来系要保卫通往佢哋地下家园嘅两个大门。既要大群密集式聚居，又要各自守卫自己地下的家园，因而引起的地盘摩擦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活动。而他们对应天敌的捕猎亦都有一套自古演变出来的方法。他们面对最大的危机亦都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，就是人类近几十年来的急速发展所带来的栖地萎缩、污染和冷暴，这些都是他们不能承受的灾祸。将来的泥滩世界会不会真的变得一片荒凉，或是连泥滩本身也都消失了呢？